12月2日，易烊千玺助理胖虎发文用彩虹屁夸赞易烊千玺，屁不失礼数，帅不损阳刚，他叉叉叉叉，你望尘莫及，我突然马屁一波拍起，大家辛苦了，再累睡前别忘了洗洗，哈哈 哈网友纷纷留言，虎妈是马屁上线，哈哈，胖虎文采可以呀，给你点赞，胖虎和你老板都帅炸了，胖虎这波彩虹屁拍得硬，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